药箱常备的清单的第二款就是止痛发烧药。其实很多止痛药同时是可以用来退烧的。那大家都听过的普拿德来说，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呢就是 paracetamol。 我在药剂行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到很多人不明白或者不知道 paracetamol 是同时有退烧跟止痛的效果，不必去纠结哎，这一款是治发烧的，哎，这一款是治头痛的，其实都可以。